喂，蒙多，蒙多扛得住兰博吗？公路也是直接学 Q 在推线的，想让飞机补塔刀，然后漏塔刀。公路，给我这公路。兄弟已经记了，难受啊，出动都动不了，完不了是这样吗？哎呦，中路，兄弟单越了呀，这样红温就死。哇哦。 哇，死力，死力，死力，啊，这能换，换了的话还行吧，换，一直在回血，哎，逮住了，五级的猪被炸一下，炸回来的波比伤害也很高，哟，差一下，怎么说，小炮已经到了，炸弹人先炸，炸出猪女的闪，这波嘎子要死了。 小虎还能收，有大招的。小虎有大招的，你说直接闪现大，杀了再跳。波比有 W， 那就结束了。哇，这个版本最恶心的就是，你选中飞机打小炮，你就两边只看塔不看人。哎，兰博撒大招，左松松送了，再给蓝宝吃一颗头。哦。 劳赞，又劳赞，时隔1553天再度登场，上一次还是他用的，这么喜欢蒙多吗，小布？那个时候他们什么阵容啊？后普、香克斯、Missy，加谁？悲伤吗？哦，应该是，好像是，应该是。哎，等会儿。 怎么微博机打着打着突然爆了，这波兰博都没在。我没说啥呀，你怎么这么敏感啊？没敏感，不就是没什么。就说了一句在外面买装备嘛。老版本有人也能在外面买装备。哦哟，这个约德尔剑圣太痛了。兄弟，就这样弄你一套，你怎么玩啊？ 行吗？再往下如，怎么说？哇！哎呦，两个飞刀直接飞个闪出来，那还行啊。你都可以帮挡的。走，哎，后面有踢。你说小虎踢下来挂机吗？先不动，小虎掉线了。哎，嗯？他如果一直在这里蹲着，队友得过来啊。等队友过来。对啊，队友过来的话，在这里蹲是没意义的呀。老赞过来，老虎 buff 一只。 然后有人去挡一下猪女的Q，没问题。主要左边飞机要发育 ，EZ 要发育。哎呦，这伤害约德尔剑圣，蒙多发育不起来了。没魔抗是这样的，主要兰博士那种最大生命值百分比的魔法伤害，如果你不出魔抗的话，你只有血量，等于你还是没出血量。 哦，劳赞，劳赞，这波有水银鞋能跑掉吗？波比开个 W 死定了，劳赞在大龙这里送了一波，那这不是直接就大龙没了？兄弟，这什么状况啊？WBG 这边还想看看吗？ 不是在大龙这儿送，别人直接开大龙呢，你怎么办呢？别人杀完你，甚至都不知道走两步，杀完你直接转头就开大龙去了。你多回头血，在正面堵，在但是没用，靠北京先飞上去包后面了。跑不掉啊！要不叠个钢死了算了。哎呀，还换一只，能换吗？可以。我差一点。 换一个，他那个心之钢A出来，猪女就死了，也太快了。我蒙多血量高，多摸一下，反正都要死的话，不如多摸一下喽。确实，对吧？是这个道理。死的要有一点价值和意义嘛，对吧？死的好，一个三个钢。
感觉蒙多伤害确实高啊，如果起来的话，全是怪伤害。AE 重置普攻 ，Q 也是最大生命值百分比，然后 W 还有点脏回血，再加上心之钢的一些附带伤害。啊！第一时间小布去 A 飞机去了，哎、他一直 A， 对他一直 A 朱女，朱女死了。兄弟又来新理解了，老赞。焚天加星锤的螳螂，怎么说 ？W 放了一下，嘎啦掉了一百血，然后嘎啦碰一下他二三要死了，能这样出吗？螳螂？哦，来了 ，Q 一下，自己被反秒，老赞，尸体都在墙里。斯卡说：“我都没想到啊。”我都没想到啊！这牢战是飞不起来，飞不起来呀！这要是飞起来了就好了，对吧？那飞起来就好了呀！牢战是不是又觉得自己感觉自己在打世界赛啊？牢战玩着玩着突然又爆了，怎么着？回头刚一下死，没问题，再刚一个，再刚，哎，没问题，再打一下，这不刚了两下，直接叠了一百。想点起来了，怎么说点得过吗？点不过。好了，朱女下来抓小炮了，一个大刀大柱，飞机跟一下就死。哦，灵性啊，李宁记完的，然后飞机再避了，踢到正面去。就你给自己一拳掉个五六百血，然后你自己你幻象掉多少血，你就掉多少血。然后掉完之后，你能叠成钢，就还可以。哎。逮住喽！又是牢赞，怎么说？这两只伤害是很高的，别小看波比，波比伤害也高。再挂个大，牢赞，哎呦，又交闪又交大，压力太大了。那螳螂明面上要回城，左边可以直接动大龙，结果螳螂没状态啊，必须要回的。李宁记通大龙，微波记没办法，直接下来打，没得打了呀。来个大刀，你看这边状态还这么好。哎，老虎踢过来了吗？但是没有螳螂的呀。太分散了。多。微波剂。你给我刚一下，兄弟，好多刚，好多刚，好想摸。贝尔直接被秒了，螳螂也死，死的都这么简单吗？好多刚，好想摸，终于摸到一个 W 回口血，但是蓝波有中亚 ，EZ 再刮个大要五杀了，救救嘎啦吧！喂，嘎子真要五杀了，怎么来？莱格尔，莱格尔给一个，莱格尔，应该怎么办？递过来 Q 一下没中，无所谓，莱格尔给一个，嘎啦，最多五杀的选手，好冷静，好冷静，没感觉。好冷静，拿的太多了。手就行，拿的太多了，拿太多了没感觉、啊，没有，没意思，太简单了。不是，嘎啦又拿一个，这谁超得过他？太平静了，哎呦，你看这边，我没感觉，拿五杀有什么感觉？我想看微博机，微博机爆了呀！